大家好，我是西米小强。今天我的一个女粉丝给我邮了一个快递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现在过去去拿一下。在我们农村，快递要自己去取，我会送上门。现在已经是腊月26了，快过年了，街道也非常挤，大桥上都摆满了年货。已经到取快递的地方了，现在我去拿快递。邮了这么大的两箱子，回家拆开看一下是什么东西。谁给你发啥东西啊？你就说出去吧，我大腿在这开着。那你大腿开啊。首先感谢这位朋友给我送的东西。过完年之后，我给你邮一些我妈做的好吃的。这会儿拆快递，再拆这个小的。这啥东西啊？我这个不是。嗯，成功人啊！不会是炸弹吧？是啊，是啊。哇，怎么搞的呢？啥东西？有一股腥味儿。估计是肉什么的，里面还有冰。是龙虾，这么大的龙虾，万爷爷。妈，哦，别看了，哇，这么大的龙虾，你看，万爷爷。这么大的哦，这么小白的。还可以的哦，一个人几块钱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么大的龙虾，一共有两只，估计非常的贵，太贵重了，这个礼物。妈，你家没菜也挺多呀。第二个箱子更大，不，里面不会是鲨鱼吧？第二个里面全部都是海鲜鱼之类的，都不认识，没见过也没吃过。哇，还小龙虾的吗？你看这，你们太多了，哎。这些东西真的。都是我没吃过、没见过，太贵重了，估计都非常的贵。真的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，太感谢了，真的能认识你这个朋友，非常高兴。欢迎你来我们这边游玩，我们全家都欢迎你。